嗨，伙伴们好，无动说跑步，世界上第一个自清洁的运动包。在 CES 2020大展上面出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包包，它能自清洁。自清洁啥呢？大家看，我平时因为要骑自行车骑机车，所以呢这个包包它能够承载40吨的压力，保护你的脊椎不受到伤害，对，这是它的功能。我平常骑好完步以后，我的衣服跟袜子往里面一扔，好了，拿出来它重新就可以再穿了，它至少给我消毒了，不用洗衣服，你希望吗？可以说这个做梦，哎，现在还真不是做梦了。因为这个 Sigma Fit Transform X 叫自清洁包，它能够用紫外线消毒袜子跟衣物。你只要把这个鞋子衣服打开紫外线灯，把这个灯往包包的这个位置一放，然后你把臭袜子把鞋子往里放，让紫外线灯就让它照着，然后你抵达下一个你要运动的地点的时候拿起来再穿上，好了，你又可以重新运动，所以你下次不用老洗你的袜子，放进去消毒，放进去消毒，简直就是美好的新生活呀。那你会问，湿了穿在身上不难受吗？那就搞速干了呗。科技总是充满着无限的遐想，哎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而且这个包包防水，它可以给手机充电，有100毫安时的太阳能充电座，对，它还是太阳能补充电源的，它里面有集成有充电宝，它能够给你的设备充电，对，能够给你的衣物进行消毒。所以这样一个包，我非常迫切的想搞来试一试，具体的使用体验等我搞到了，我再和你分享。迈开腿，运动起来，我是吴东。